就要是琴棋书，大手小手要前进，出门开心，回家安心。换个身材，飞天喵喵呜。好可怕，好可怕哦。菲菲，什么好可怕啊？住在我家隔壁的小鹿妹妹不见了。菲菲，你说什么？小鹿妹妹不见了？小鹿妹妹跟爸爸妈妈出去玩，然后不见了。那小鹿妹妹是跟爸爸妈妈去哪里玩啊？他们去游乐园玩。游乐园人好多好多，人多的地方真的要好小心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跟爸爸妈妈走散了。大家都在帮忙找小龙妹妹，小龙的妈妈就一直哭一直哭。小柔妈妈一定很害怕找不到小柔妹妹耶。对啊，大人找不到小朋友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好害怕的。那现在小柔妹妹有被找到了吗？找到了找到了，请警察叔叔帮忙找，后来就找到了。还好有找到哦。找到小柔妹妹的时候，小柔妹妹就一直哭一直哭。对啊，小朋友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一定也是好害怕的。小朋友不见，爸爸妈妈很害怕，小朋友一个人也会很害怕哦。是啊，所以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跟紧爸爸妈妈，不然走丢啦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。所以我妈妈现在出门都把我抓得好紧好紧哦。因为啊，妈妈也怕你跟小柔妹妹一样跟她走丢了。小善呢？小善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小善不见了吗？善来啊，是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了。那小善会不会跟小柔妹妹一样啊？不会不会，姐姐呢有先教过她不要跟爸爸妈妈走丢的方法哦。是什么方法啊？这个啊，待会姐姐再告诉你们哦。我们现在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唱歌跳舞咯。大家一起动一动。
姐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教了什么方法给小善，才不会跟爸爸妈妈走散呢？是啊，飞天姐姐是用什么方法啊？这个方法要请精灵哥哥帮忙哦。精灵哥哥，精灵哥哥不会跟小龙妹妹一样不见了吧？精灵哥哥也会不见吗？不会的，精灵哥哥也知道不要走散的方法，所以啊，他不会不见的啦。谁不见了？精灵哥哥，我以为你不见了呢。哎呦，我怎么可能会不见呢？是因为菲菲家隔壁的小柔妹妹跟爸爸妈妈走丢了，还好后来啊，警察叔叔有找到她。不过呢，大家也很担心你也会不见啊。是啊，不见了，好可怕哦。其实啊，不要跟大人走散啊，只要学会几个方法就可以喽。所以呢，精灵哥哥，你赶快把那些我们交给善来的法宝拿出来吧。没问题。稀里呼噜变，哇！小朋友啊，不要跟大人走散，有三个地方很重要哦。我们来用这个娃娃图卡来跟大家玩个游戏，让小朋友可以在游戏中学习哦。精灵哥哥太棒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玩吧。为了啊，不要让小朋友跟大人走失或者是迷路，有三个地方很重要。那我们也一起来想一想，有哪三个地方很重要呢？眼睛很重要。为什么眼睛很重要呢？因为出去玩的时候啊，眼睛要看爸爸妈妈在哪里，看得到爸爸妈妈就可以放心的玩了。眼睛啊，要看得到大家在哪里，如果看不到大家，这就是走散咯。除了要看清楚爸爸妈妈在哪里以外啊，有一些地方也不可以靠近哦，像是很危险的车子很多的地方啊，或者是有水的地方哦。我答对的，我好厉害哟。那还有两题哦，你们要不要再动脑想一想？大宝，你可以说说看哦。还有耳朵。为什么是耳朵呢？因为耳朵要认真听啊，听老师，听爸爸妈妈叫我们的声音。答对了耶。耳朵呢，要听清楚大人在说些什么，还有啊，什么时候要集合，还有听到大家说集合了的时候呢，要赶快的过去，不要让大家等你们太久哦。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？还有一个地方会是谁找到呢？我想想，是手。答对了，要记得出去玩的时候要跟爸爸妈妈手牵手，如果啊是跟同学去校外教学的时候，也要跟他们手牵手哦。哇，都找到了耶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所以啊，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要记得耳朵听清楚大人在说什么，眼睛也要看清楚，不要靠近危险的地方，还要呢跟大家手牵手，才不会走丢哦。对呀，我们的老师也都是这样说的哎，所以我的好朋友们都有快快乐乐的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哦。哇，大宝，你的好朋友这么棒啊。那赶快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吧。好啊，走走走，手拉手，大宝的好朋友 Give me bye。 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。大家好，老师说今天要带我们出去玩耶，边玩边上课哦，我好期待哦，不知道老师要带我们去哪里玩耶，你们也跟我一起去吧，走了。小朋友早，今天的天气很好， Melody 今天要带你们出去玩，你们知道要去哪里吗？等一下我们要去公园玩，那我们去到公园要注意哪两件事情？不行乱跑，注意安全。
所以去到公园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还有注意要跟着老师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咯，起来。好，起立。好，照着顺序走。要去公园玩了，我们赶快跟上吧，走吧，跟老师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很开心，可是也要小心哦，老师说眼睛要注意看，跟着老师走，不可以自己乱跑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往前走咯，小心走。好，来，我们全部先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好，来，坐下来。好，我们刚刚有讲到两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到了公园要注意两件事情，那是哪两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，安全。哎，注意安全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？不能乱跑。哎，不行乱跑哦。好，那现在有谁想要上厕所嘞？我。你们看，中轩举手了哎。他有听老师的话，想上厕所的时候要举手，这样老师就可以带他去上厕所，千万不可以自己跑开哦。等一下你们去玩的时候，如果有听到我说“宝贝们集合了”，那我会怎样？拍手，那你们就要怎样？回来，好，那开始玩。我好爱你。跟好朋友一起在公园里面玩游戏，好开心哦！宝贝们集合了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，集合了。那现在老师来点名哦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。好，小朋友来，我们来排队咯，我们要回学校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大家都到齐咯。今天的户外教学好好玩哦，大家想不想再一起出去玩呢？那我们要听老师的话，眼睛注意看，耳朵专心听，手手要牵好，还不可以乱跑哦，这样大家是大宝最棒的好朋友哦，耶、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样才不会跟爸爸妈妈走散了吗？眼睛要看好，耳朵要听好，手手要牵好。哇，大宝，你记得好清楚哦。因为我不想要找不到我的好朋友啊。可是姐姐，如果真的不小心像小柔妹妹一样跟爸爸妈妈走散了怎么办呢？对呀、怎么办呢？那姐姐来教你们吧，你们要仔细听好哦。如果呢真的不小心跟爸爸妈妈走散了，一定要记得留在原位，等爸爸妈妈回来找你们哦。啊，为什么要留在原位啊？可是我也很想找到大家耶。因为啊，如果你也在找大家，那大家也在找你，我们就好像在玩捉迷藏一样，会一直遇不到彼此啦。如果大家到处在找我，我又跑去大家找过的地方，我们就碰不到面了。哎呦，这个大家然后又这样，我不懂哎。没关系，菲菲，哥哥来教你。稀里呼噜变。哇，精灵哥哥，你真是太棒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大宝、菲菲，这个呢是一个公园。假如菲菲呢今天在凉亭这边玩得太开心了，跟大家走散了，那该怎么办才好呢？
那我呢就会赶快赶快赶快去找你们呢、啊、可是菲菲，我们也在找你，你看我们从池子边然后到门边都没有看到你，然后啊你在找我们，你也跑到了池子旁边，可是呢我们都遇不到。哎啊，真的耶。等我们啊走到了凉亭，万一菲菲你又走到了门边，哇，这样我们就碰不到面了耶。那我们不就找不到菲菲了吗？对啊，而且菲菲我们已经找过池子边也找过门边又回到凉亭都没有发现你，我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找你咯。那这样大家都找不到我了啦。所以呀、啊、如果一刚开始呢菲菲就留在凉亭，我们就会找到你啦。原来走散了要留在原地哦。哎，这样子你懂了吗？懂了啊。对了，小柔妹妹说她在游乐园找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，有一个叔叔说要带她去找爸爸妈妈耶。后来呢？后来小柔妹妹说不认识她，所以就没有跟她走了。小柔妹妹真是做得太好了，因为啊如果他跟那个叔叔走了以后，他可能就会离爸爸妈妈越来越远了呢。可是要是有不认识的大人要把我带走怎么办呢？那就要大声叫啊。我老师说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拉我们，我们就要大声的叫哦。没错，千万不可以跟着陌生人走掉哦，要记得留在原来的地方等爸爸妈妈来找你们哦。知道了。咦，是喵喵小仙子哎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玩呢？好啊，今天我想带你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大哥哥。微醺哥哥生了一种不容易长大的病，但是他还是朝着他的梦想前进哦。那我们现在一起去找这位梁微醺大哥哥吧。微醺哥哥很厉害哦，他一个人坐公车都不会害怕，而且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公车司机。因为当公车司机很厉害，可以带大家去好多地方。坐公车好像很好玩哎，我都没有坐过公车。我也没有坐过公车哎，不知道这台公车会开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为什么大哥哥要一个人坐公车？他要去哪里呀？这一台公车要载微醺哥哥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。其实微醺哥哥生了一种很少见的病，这种病会让哥哥不太会说话，所以每个星期三哥哥就要去找医生练习说话。因为微醺哥哥的爸爸希望哥哥可以更独立，所以让哥哥练习一个人坐公车啊。微醺哥哥因为生了这样的病，所以不容易长高，也比其他的同学还要瘦。为了赶上同学，他认真吃饭，还要做好多的运动，想要长高。因为有吃饭有运动，身体也变得比较健康了。哇，哥哥好酷哦，虽然生病还是很努力的在运动哎。因为生病的关系，哥哥除了看医生认真吃饭做运动，他还要吃药。那个药真的好难吃哦，但是微醺哥哥还是每天都把药吃光光哦。哇，哥哥为了好起来天天都把药吃光光哎。不只是这样，他还用弹钢琴的方式做复健，跟朋友们一起下棋。因为虽然生着病，他仍然向他的梦想前进。你们喜欢微醺哥哥吗？喜欢。那你们喜欢微醺哥哥什么地方呢？哥哥不怕一个人坐公车，他好勇敢啊。哥哥虽然生病，
但是他每天都有运动，要变强壮哦。对啊，虽然维勋哥哥生病了，不过啊，他没有放弃他的梦想，而且还是每天很努力的过生活，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哦。那你们有没有发现维勋哥哥还自己一个人坐公车，没有迷路啊？对呀，为什么哥哥这么厉害呢？这是因为啊，哥哥在爸爸妈妈教他的时候，他都有认真的听哦，他这样子啊，才可以完成自己一个人坐公车，不会迷路啊。啊，我也有很认真的听姐姐说，怎么样才不会跟爸爸妈妈走散呢？对呀，走散了一定很可怕哎。对呀，走散的小朋友也会好害怕，那找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好紧张害怕，所以呀，一定要记得不走失的好方法哦。嗯，眼睛要看好，耳朵要听好，手要牵好。太棒了，你们都记得了。小朋友，如果真的不小心走失了，也不要忘了要留在原地，等爸爸妈妈来找你们哦。飞天喵喵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勾勾手，做约定，慢慢学会好多事情。挥挥手，说再见，飞天喵喵屋，期待再相见。是我最爱的土地，给我好多勇敢成长的动力，不怕困难，在这里找答案，飞天喵喵屋，期待下次相聚。魔法森林是我最爱的土地，给我好多勇敢成长的动力，不怕困难，在这里